大家都知道娱乐圈是一个复杂的地方，能在娱乐圈打拼到风生水起的明星们都不容易，一线明星们都是从没有名气的小配角开始做起的。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样子，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辛苦。他们经历过的这种苦可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。可话是这么说，但如今娱乐圈这片池塘基本上被小鲜肉承包了，无演技小鲜肉却层出不穷，这不仅让人为演艺圈的前途感到担忧呢，真真是要捏一把汗了。小鲜肉被吐槽演戏全程面瘫，一直保持同一个表情，就只会卖萌摆 pose， 而且还用大量的替身，不是文替就是武替。这些现象大家好似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偶尔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也会遭人吐槽几句。连导演张纪中曾经在节目中讽刺过，现在的导演都没权利选演员，只要有流量就行。这两年我不拍戏，就有很多的投资商非要给我塞个什么流量明星来啊，那我宁肯不拍。你说现在很多的时候是导演没有权利去选演员，哎，我就告诉你，就这个人有流量，有他人家就买了。一时间没演技的小鲜肉被推上了风尖浪口，而也苦了那些真正有演技的年轻演员们。确实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有实力的小鲜肉演员也是有的，像近年来靠演技收获了一众好口碑的彭昱畅、张子枫、杨紫等人。而老一辈的演员中也不是就没有演技差的，比如咱们的郭德纲郭大爷也在某颁奖典礼上公开承认过自己演技差，这真性情也就德云社敢认了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好多人都说郭德纲演戏有多差多次，没有人明白我，只有我儿子他看懂了我。我是因为啊，精力都搁在说相声上，人不可能都站着呀，所以在演戏方面，实话实讲，我也没下这么大的功夫。说到德云社，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了。众所周知，于谦是郭德纲的黄金搭档，两人在一起给广大观众带来了不少欢笑。而在演技上，于谦和郭德纲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，凭借一部《老师好》，更是被网友评为被相声耽误的影帝。虽说是网友认可于大爷演技的戏言，但于谦在相声界的地位也不容小觑。可以说德云社经历了这么多风云，终于闯出了名头，于谦功不可没。即便他总是强调自己只是一个相声演员，没有其他高贵的身份，但却是德云社最最惹不起的一位。从郭德纲旗下的学员就可以看出，每个人对于谦都是十分敬仰，丝毫不比恩师的礼仪差半分。不仅是相声界，就连摇滚圈、古玩圈、商界等等，其中都有他的人脉。可能是于谦善于交友，会很好的把朋友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。不管是与古玩圈的马未都，还是与相声界的郭德纲、演艺圈的吴京等等，都有着十分和谐的关系。因着和吴京的交情，于谦在《弟媳现男》的节目上聊天也很放得开，一句吴京每天早上都给你请安，直接把现男问红了脸。这话也就于大爷敢这么问了，换成别人估计早就被吴京给收拾了吧。啊，我还没有跟我婆婆请过安呢。真的，我过年拿压岁钱是我爸我妈都让我跪下给他们。吴京是不是每天都给你请安？早上起来说媳妇儿，媳妇儿您请。如今一提到德云社，郭德纲、于谦似乎也成为了活招牌，两人可谓是携手走过了20载的时光。特别是在周年庆典上，郭德纲还曾经表示说，20年小半辈子都搭在你身上了。而于谦呢，也回应表示，20年与有容焉，你我当如此。而且郭德纲更是让自己的儿子郭麒麟拜在了于谦的门下，不得不说这两人这样真挚的情谊属实令人羡慕不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